格鬥 game 嗰啲金身咁啊！係啊，佢哋就係話哇，佢鎖血啊！好，你講。我就同講話，如果你知道三角係啲咩嚟嘅，你唔會覺得奇怪。打到手贏咗，變身贏咗，一個。好，第二個。
到你前手啊？頂住咗喺個膠袋。好，繼續繼續。唔怪得係硬聲喎，我聽到係好似跌到啲嘢，但係硬聲嚟嘅，唔係打到啲皮肉嘅聲嚟。哎呀，打中個頭啊！阿師，阿威哥繼續，正確。13個。他避了你那一下之後你打到榮刮刀我打到少少了14個利用了單手和雙手的力量即是你其實是這樣的但因為你雙手的力量他是單手的力量雙手的力量好事這個時間沒事剛剛脫了的時候沒有東西在那裡插到 Michael， 插到 Michael。阿弟先有冇中？派到隻手，好，0個，15個。喂，線流，2個都係線流。差啲中啊！走到喎，阿姨中咗，中咗電信啊！啱啱第四個。在大棍側面收兩個好事是剛剛不到好事跳了跳了17個開始懂得對應現實了清空個腦個腦不要有預設的想法不要有多餘的畫面純粹觀察觀察現實中的對手好嘢 ，Michael 一個，18個，犀利啊 ，Michael。啱啱，飛開十抽嘅嘢，時間差啦，即係唔想咁快。好多時間，你都想唔完，佢係打慢過你啊，但係打得準。到一啲令到單手都能夠再有力增強嘅第三啦，
爆咗，爆咗，都爆咗。俾我架，俾我架，俾我架，解穿牆啦！啊，解落去啊！打落去啊！系咁飛出去啦已經。Ring out。係啊，廿三個。哇！靚啊！好嘢 ！Oh my God！手個負荷之後咧，個 CPU 仲快噶，24號。佢之前其實有好多 CPU 攞咗佢充住先噶喎，但係而家解決咗個問題。同埋，係點啊？打到佢，係咪好勁啊？兩個，三個，同埋佢一出手嘅時候可以轉翻單手咧，佢哋有變翻出嚟。呢個係好嘅發明嚟嘅，第日可教啲人單手都會抄佢啲招。使喐嗰陣時，哎靚仔啊，靚仔啊，三個，所以話唔喐嗰陣時，兩隻手輸人先得。我第五個喎，廿六個。真正嘅快，係啊，犀利啊呢個。佢變得好快啦，即刻又有分距離。好，睇冷卡，長咗一個頭一個腳，拜登頭，廿七個，點解係拜登？我呢個唔驚俾人爆，係驚。所以發明咗呢個，打到手喎。我繼續唔好，我哋係就係咁打聲。我仲諗嘅手有冇事？拉唔到，拉唔到，係啊。哎，中啦！你嗰邊有隻手？冇，冇頭。冇事，冇事。好，繼續繼續繼續。好精彩啊！打翻咗手，打咗十個鐘手。你有中啦，你有中，我睇你一定先有冇中啫。好似有，好似有。滑過嘛？不如睇下零啊，你有中啊？佢一第一嘢打埋嗰陣時已經插唔到，但係停唔到你嘅。廿九個。哇！爭啲，爭啲抽到。好，好，好，好。冇事，冇事，都冇事。幫你壓咗個把刀落嚟啫。輕加嗰個係。壓咗個把刀落去啫。但係冇事。係啊，啱啱唔到。少少咯呢度，留低啦你留低啦，佢中咗中咗噶啦，零啦。Last year，今日講 last time，呢班打完之後咧，你哋可以自由，中意挑邊個機挑邊個機，因為佢要投嗰個我單手，單手都強，但係仲有六，仲有五分，縮咗佢。你哋跟咗三局啦嘛，咁即係做乜都得噶啦嘛。咁得啦，三個唯有嘅。
好嘢。